与我们同在，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让我们一同翻到创世纪。我们过去的两次讲到神的属性，他的圣洁，他的全能。那今天我们要看神的创造，我们一同翻到创世纪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一直读到25节，找到我们大声来读。创世纪第一章，好，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见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日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居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树子，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种子要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出青草和结种子的树树，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作结好的，有晚上，有早晨，第三日。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第四日，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之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上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所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倦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草晨，是第五日。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中出昆虫野兽，各从其类，四周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生出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这是好的。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成地，并地上一切昆虫。好，创世纪可以说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一个根基，因为唯有我们认识神的创造，他的 creation， 我们才能够认知敬拜这位创造的神，创造的主。假如神不是创造的神，他就是不是什么，不是真神。我们就会问，整个的宇宙，整个存有是谁创造的啊？所以神跟创造基本上是一个不能分的一个观念啊。假如没有创造，没有受造之物，就没有神啊。所以发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把我们整个信仰的基础坚定。第一节怎么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一节圣经可以说是我们整个的信仰的一个的基础。从创造认识创造的主，就是这位的神。
那么在第一节提到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创造这个字 bara 啊，我们看我们的讲义啊， bara 这个字 bara elephant， 那一定要了解这个 bara 这个字基本上是表达一种从无生有 out of nothing， 神不是把另外一些存有的东西把它转变啊，要变成这个宇宙，整个的宇宙是除了神之外没有任何的存在，神是那个源头，然后神之外他创造，透过从无生有的创造产生的这个宇宙。所以很多的科学家他们的研究跟观察啊，提出一个理论，整个的宇宙的开始跟诞生，他们提出一个的理论叫做什么？大爆炸理论 Big Bang。 那这个大爆炸理论可以说很多的基督徒或者神学家他们可以接受啊，但是要解释就是，假如这个创造是从大爆炸开始，这个大爆炸假如你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大炸整个的宇宙的起源大爆炸大概是在多少年之前？最保守的估计160亿 16 billion years ago 啊，从无而产生整个大爆炸，整个的宇宙的扩散，现在整个宇宙还在扩散。那么我们就产生一个问题了，这个是161年前，那么人类的历史或者说地球从这个大爆炸啊，从这个地球的研究，地球的年代大概多少呢？地球的年代啊，大概45亿左右到50亿。所以从这个圣经的这个 genealogy 家谱的推算啊，那么把这些家谱的年代加起来的话啊，亚当大概是什么时候之前的人？不会超过6000年啊，6000年前。就算这个家谱中间有很多的断代，就是没有记载在里面啊，就算给他宽松一点，假如用这个圣经的家谱来推算，可能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可能最多就是10000年左右啊。所以你发现这里的记载，整个的宇宙的起源，起初神创造天地，跟到了第六天创造亚当，你发现中间的时间，亚当你最多归算20000年之前好了，给他 double 啊，家谱是大概6000多年啊，就算中间有很多空的没有记载在里面，就给他算10000到20000年，我们的始祖亚当大概20000年之前啊，但是整个的宇宙的创造跟起源，你发现20000跟地球的年代45亿，但大爆炸的开始161，你发现差多少啊？差了几千几万倍的啊！说很多的神学家啊，
把这个创世纪的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提出一个理论，叫做 gap theory。什么叫 gap theory？ gap theory 意思是说，在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第一节所讲的起初在时间之前，一切的宇宙存有之前，神创造，从无生有。那这个年代可能是161，要在整个大爆炸啊的过程当中，地球的产生可能是45亿之前，但是在这个中间差了可能100多亿的时间，要第二节开始是描写这个地球或者说这个太阳系的一个的更新，跟人类地球的再造。为什么叫做再造？叫做 recreation。Regression， 为什么说是 regression？ 因为在第二节怎么说？已经有什么？有地了，只是地是什么？空虚、混沌。我们特别去查考原文“空虚混沌”这两个字很有意思，特别是描写一种被战争或被破坏之后的一种光景啊。所以我们来看一处经文啊。在这个耶利米书第4章23节，好，我们翻到耶利米书4章23节，好，一同来。先知说，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是无光。好，这一节是一种对神审判带来一种战争伤害之后的一个地上被破坏的光景，就是空虚啊，混沌啊。那么还有很多的经文都是以这个空虚混沌啊来描写一种被破坏的光景啊，包括以赛亚书第24章1节，还有以赛亚书45章18节，原文就是 vohu 这两个字，那问题来了，为什么在之前，就是在神的原有的一个的创造里面会带来一种被破坏的一种光景，让整个的地球甚至整个的太阳系产生这种空虚混乱破坏混沌的情况。很多的神学家跟解经家都把这个破坏归因到什么事情，因为在创世纪第三章就有撒旦的引诱，撒旦的堕落之前的一个的存在，所以这个的破坏归到什么？归到撒旦的堕落，跟他不但堕落，他把天上的晨星，他所掌管的1/3的使者也从天上带到地上，而对整个的地球跟太阳系做着很大的一个的破坏跟伤害。这个的 gap theory 基本上就是提出神先有整个的创造，包括天使的创造，但因着天使的堕落带来整个的地球整个的这个太阳系的一个混乱那么到了第二节才开始重新神来
神的灵运行更新啊，来创造啊，来把这个的地球啊产生这种的生命啊。那么，假如用这种的解释呢，不单可以解释了这个地球本身的年代，同时也可以解释了像 dinosaur 啊恐龙，恐龙最保守的估计，它的存在是应该是在7 million 就是7000万年之前，啊，不是700，7000万年之前。那这个7000万年也远远超过了这个亚当人类的年代，亚当人类的年代，啊，就是最多2万年，啊，那并且包括很多他们的这些特别高举进化论的人，啊，他们找到很多的这些的猿人，包括北京猿人等等，北京猿人大概的年代是68万到78万年之前，北京猿人，啊，那么北京猿人他们是归类是属于所谓的直立人或者叫直立猴啊啊，他们是一脚把他说的人，但是基本上啊，基督徒不会把他归成人啊。这个 Homo erectus 啊，就是他们认为进化这个地步，他可以站起来的啊，是一个比较像人的所谓人啊啊。那么北京人是归类在这种 Homo erectus 啊，所谓直立猿或者直立猴啊。那另外，他们认为从这个发展到 Homo sapiens。就是所谓的我们现在的现代人有智慧的叫智慧人，但是我认为是智慧猴啊，智慧猿啊。那这些的骨头化石北京猿人是属于这个类别啊，是68万到78万年之前。 Homo sapiens 大概是20万啊。那这些的年代都远远超过什么亚当人啊。那么假如我们是坚信圣经的家谱啊，或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这个记载啊，那么很明显恐龙、堕落的天使这些的其他的猿猴啊，猿 apps他们找到这些骨头啊，硬要说他们是人，但是他们也觉得其实不是人啊啊，只是啊能够可以好像有啊这种猿猴啊的这种的啊结构，所以基本上我们把所有的这些的存在，恐龙也好，这些猿人也好 ，apes 也好，猿猴也好，把它放在什么？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节前面，就是放在这个原先的先兆这个地方，啊，然后这个的先兆被堕落的天使破坏，然后产生神的 regression。要这个 regression 就是亚当人的产生，神这次创造，哈，也可以说原来这个是一个预兆或预备的一个创造。然后到了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所描写的这个的创造，是把原来的那个预兆先兆，哈，
就是把它更新啊，然后把人，把亚当人，神把他的形象样式放在他里面，而产生我们现在的人类啊。所以解释一个很复杂的一种的，要 harmonize， 要怎么样去，一方面我们尊重科学啊，无论是大爆炸理论，或者说这些考古的发现啊啊，恐龙的发现啊，这些apps 猿猴的发现啊 ，Homo erectus 的发现，或者 Homo sapiens 的发现，我们基本上把这些的发现、这些的存在，我们不否定他们，我们也承认他们的 antiquity， 他们的年代的古远，远远超过我们人类大概两万年的历史，但是基本上把它放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在第二节之前，在这个 gap 这个时间的空 gap 里面，也就是说放在这个天使被造啊，这个原来的先造的世界里面，但是因着撒旦的堕落带来一个空虚混沌的这个光景。所以解释一个理解创世纪啊，这个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一种的理论啊，叫 gap theory 的理论。那么第二种的理论就是要去解释这个地球，或者说啊这些植物化石等等的年代古远。第二种的理论呢叫做 day age theory， day age。但是当然这个 day age 我觉得不是那么完整啊，我个人的比较接受的是 gap theory， 比较能够啊可以解释这个地球的古猿啊这个 apps 这些的 homo erectus 的存在的等等的问题，恐龙的问题。但是这个 day age theory 基本上是把这个六天不是当作 24 hour 的天，是当着六个时期啊，是一个 age， 整个的世代，整个的 period 啊，那么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架构。一二三四五六，人类放在最后一个时期，所以人类的历史当然是比较短浅，两万年最多啊，所以之前的动植物的化石、恐龙的存在等等啊，放在前面解释的 period 啊，所以解释另外一个理论，希望来可以解释一下这些年代上的这些问题啊。那的确他们也有一些的基础，因为在希伯来文 day 这个字还记得吗？是 yom 这个字呢，的确在希伯来文里面可以表达是一个 age， 一个时代啊，也可以用作是一个 24 hour day 啊。所以这两个理论呢我们要去了解啊。那当然也有既要派的不接受 gap theory， 非常既要派的不接受 gap theory， 也不接受这个 day age 和 day period theory， 他们还是坚持 24 hour day， 好，那么他们对于这些化石的年代的问题，他们基本上说这些的科学的鉴定啊不准确啊，因为以前的大气的环境
跟现在的环境不一样啊，而且他们认为，因为这个挪亚的大水灾，他们认为是一个 universal， 是普世性的大水灾，所以在大水灾的这种的水压之下啊，这些化石的整个的变的情况啊，跟正常的没有在这个大水压之下不一样啊，所以他们都认为你用这些被大水水压的这些的 fossil， 这些化石啊的检验啊来判断那个年代不准确啊，往往是超长的啊，所以有不同的说法啊，但现在很多的地理学家啊，他们不单单是用这个简单的一些检定，他们现在甚至用到这个DNA 的检定，各方面的很严密的这些科学的检定，就是说对这个化石的年代，对地球的 antiquity， 他们的准确性其实是很高很高啊。所以我本身因为是有科学的背景，我比较接受呢用 gap theory， 比较可以一方面保持圣经的权威，同时呢我们也要 open our eye， 真的看这些科学的所谓的 proof facts 啊，实实在在的这些事实啊啊，不能说哎科学就是不准确的啊，科学就是有它的限制的啊，就一句话去否定。因为的确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也从事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啊，他们也提出这样的一些的事情让我们要去面对的，这些科学理论啊，地球的年代啊，这些的化石的年代啊，已经研究到一个地步是很准确啊，不能够就是你一句话说因为是个大水啊，这个 flood 啊，在高压之下啊产生不同的一种情况，所以你的发言不准确啊，已经不能用这样一个简单的话来否定啊这些年代的事情啊。好，所以关于这样一个大的架构的说明啊，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六天的一个的描写。第一天啊，有光，对不对？啊，有光。那我们要去思想这个光体光的来源从哪里来，因为第四天才描写有什么，有日头有月亮，那这个我们要很小心了。究竟十六节说预示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这句话要很小心的解释啊。假如你站在这个 regression theory 的角度呢，只不过说这个太阳系太阳也被破坏了啊，神把这个太阳的这个的 hydrogen reactor 把它什么 reactivate， 解释用 gap theory 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否则你整个的创世纪截短第一章不 make sense。 因为假如你太阳是第四天才做，你怎么可能会前面有光啊？而且从宇宙的形成，太阳系的形成绝对是先有太阳后有这些 satellite 啊，金星啊火星啊地球啊，太阳是中心啊，太阳是中心啊，是这样来扩散出去的啊，太阳一定是在先的啊。所以站在 gap theory 的角度呢，不是那时候没有太阳，不是那时候没有月亮，不是那时候没有地球，已经有了，只是被撒旦破坏，空虚混沌啊。所以到了第四天，乃是神重新来做这个太阳 reactivate 这个 hydrogen reactor 啊，让它可以发光
包括其他的太阳系的重心，不是整个宇宙的重心。否则的话，你又把整个的宇宙的创造拉到第二节后面去了。那基本上我们是把整个宇宙的创造放在第一节，然后进到第二节描写这个地是空虚混沌，那个是已经是有存有了，但是被破坏了。然后跟着到了第三节，神开始 regression reactive， 所以很多人的解释第三节那个光跟光体，这个光从哪里来啊？不是从太阳来的，这个光从哪里来啊？这个光，我现在指着这个灯泡的光，光不一定要从太阳来的，神的荣光也是光，扫罗在大马色路上看到那个荣光，那个不是太阳啊，是耶稣本身的荣光，所以在第一天这个光，可以说是这个光体的来源不是从太阳来，因为第四天才有太阳的光。那我们不知道那个光是神自己的荣光，还是神拿一个临时的照明灯，我们不知道。灯的光的来源很多的，我们不要想的那么简单，只有太阳光，然后就反射月亮的光，不一定。因为很明显到了第四天神才 reactivate 那个太阳光，只是站在 get fear 的角度。否则你从第一节到二十五节矛盾重重的，所以很多的科学家悟道友他们一读这段经文就觉得根本是 fiction， doesn't make sense， 太阳到了第四天才有，怎么你前面就说有光，这个根本 解不通的。所以前面就有这些植物蔬菜，第三天就有陆地植物，那么同样的这些植物是靠这个临时的光，因为植物没有光也不能存活的。那么第四天才到这个正常的状态，自然的状态，有日光来普照这些植物万物。所以假如这个光是一个临时的光，地球的自转会不会产生什么昼夜？一定有昼夜的嘛，因为你地球是自转的，所以有昼夜的，一定二十四小时了，只是这个光源不是从太阳，所以按照第一章的描写，第一天有光暗，第二天有这个大气层 atmosphere， 有这个 filament， 然后第三天有这个海洋、陆地、植物，第四天有日月，跟太阳系的重心，然后第五天有这个海产、鱼类、飞禽，走兽等等，然后第六天有昆虫、走兽，包括人，那么在整个的描写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各从其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第二句话呢，就是神创造结果子的树木，然后描写结果子的树木，果子抱着核。这两句话呢，第一会解答我们常常有些牧道友都问，究竟先有鸡还是先有鸡蛋？因为鸡蛋是从鸡生出来的，
鸡肉是从鸡蛋来的，啊，究竟哪个先存在？那这段经文就有解答了。假如按照这段经文的描写，是应该先有什么？先有鸡，啊，先有树，树产生核跟种子，再产生下一代。所以这个源头是神一开始就创造树，一开始就创造动物小鸡，啊，是一，其实从鸡跟鸡蛋这个问题就已经让人可以知道，一定有一个创造，先有第一步开始。假如你说从进化论的角度，你是先进化了鸡蛋还是先进化了有鸡，你没有办法解释的，啊，都不make sense 的，所以。这是第一个重点啊，有结核的树，有啊能够包着核的树，先有树啊。第二，各从其类，就是他的意思是说，每一种的不同的 species， 它是照着神的这个 DNA 的结构，一代一代的各从其类的生长下去。基本上是不会进化的，啊，这个猴子就是猴子，不可能从猴子变成人，啊，你硬要说人是从猴子变来，我们从所有的考古的资料、化石的资料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所谓 missing link， 假如真的是慢慢进化的话，你应该找到比较像人的猴子。比较像人的猴子，越来越像人的猴子，一代一代下去的，然后找到越来越像人的猴子，但是基本上，你可以找到猴子的 fossil 化石，人中间找不到一个发展的过程，啊，这个就是 missing link， 那这个也是合乎圣经所讲的这句话，各从其类，不是从 mutation， 啊，突变，然后就产生啊越来越的进步。从近代的科学研究，每一次的 mutation， 啊，细胞的分裂等等，产生了下一代，通常是什么？更不好了，更糟糕了。就好像这个程式啊，你写好了，你要给它改几个字，这个程式就是有病毒的，就是七种性的，用不了的啊啊。所以你发现为什么有癌症的产生，也是个。看到 mutation 是不好的，你看看一个光碟的资料，假如你给它 copy 下一个 copy 下一个 copy 了1000次到最后10000次，在这个 copy 传送的过程当中，它会怎么？会漏了一些资料，漏了一些资料，到了10000个的时候，它就开始不 work。所以同样的，我们人类从亚当算在20000年之前好了，一代一代 copy 下来，一代一代 copy 下来，所以每一代 copy 呢，其实不是进化，是退化。真的，亚当多聪明啊，啊，所以退化到我们现在呢，我们人的那个的功能越来越差的，啊，所以 copy 到这个就少了一些可以来。inhibit 这个癌症啊产生的一些因素等等，所以有癌症啊，有这个什么病啊，有那个病啊，啊啊！我这次在深圳认识个弟兄，他的妻子一出生就少了一个肾的，很奇怪，只有一个肾的，一出生就是没有了一个肾，啊！所以每一代这样传下去啊，不晓得就是少了一些东西啊，就少了肾啊，少了个眼睛啊，不晓得什么原因哈。所以圣经说各从其类，基本上啊，我们不接受进化论的这种的啊，所谓 mutation 啊，或者说进化啊，透过这个变化而进步啊，所以我们是不接受进化，我们是接受退化论啊，不接受进化论啊。每一次的下一代的延伸，其实啊都是在退步，整个人的身体的结构。
那对这个万有的存在，当然很多的无神论他们不接受创世纪第一章的记载，不接受 creation 的时候，不接受创造论。啊，那我们知道啊，这个1859年达尔文啊出版了他的物种起源啊，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提出了这个进化论。就认为人是从啊这个猿猴变来的，啊，从整个的生物是从单细胞这样慢慢发展出来的，啊，那解释这个宇宙万有的一种的理论，啊，我们叫做 evolution。那面对这个进化论的这个冲击，那么一些基督徒也受到进化论的影响，就站在神学的立场，他们提出了另外一种理论，叫 theistic evolution， 中文可以翻作神道，神在引导的神道进化论。那基本上这些神学家呢接受进化论的大前提，但他们认为呢整个的进化的过程啊同埋生命的起源是从神来的。你总要有那个单细胞啊，那个单细胞从哪里来的，那个生命的第一个细胞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他们还是把这个归功给神。神是那个生命的起源，但是呢整个的发展进化包括人的产生是进化来的，这叫神道进化论啊，其实是胡说八道啊。然后第三种理论呢叫做 progressive creation。那这种 progress creation 呢基本上同样还是在这个进化论的框框里面，啊，他们还是接受这个进化的理论，但是呢比这个神道进化论呢比较进步，他们认为呢一些重要的创造包括人的产生，啊，是神的参与，啊，但是呢他们接受这个人也在进化，啊，一些的被造之物他们还是也在这种的进化的过程当中，啊，所以等于说两边都接受，也接受这个神创的人，啊，重要的品种，啊，不是从突变来的，是神参与来创造，啊，但是 是进化跟创造同时并行这种的理论，所以叫做 progressive creationism。 那当然我们基督徒基本上基要派的福音派的不接受这三种的理论，啊，我们基本上还是接受创世纪第一章的所谓 creationism 创造论 creationism。那当然这个 creationism可以有不同的理论来理解创世纪第一章，所以我刚才提了三种的理论。第一种理论对这个六天就是 24-hour day， 其实最基要派啊，最有历史背景的。但是呢很有趣哦，很多的教父 creationism C-R-E-A-T-I-S-O-N 有很多教父包括奥古斯丁、奥利根、 Justin Martyr 他们都不接受六天这个理论的，他们觉得是这是灵异的，这个六天不是 24 hour day， 是个灵异，啊，因为他们也是很聪明的，啊，一读就觉得不 make sense， 怎么，这个先有光后有太阳，他们已经觉得这个一读就发现有矛盾了，第一天有光，第四天有太阳，啊，
但我们现在用 gap theory 呢，可以弥补这个的矛盾，啊，是一个 regression， 那就 make sense， 就是它原来太阳就有，地球本来就有，只是被破坏了，啊，太阳无光，啊，神 reactivate 这个原子反应炉，啊，到第四天，啊，不是说之前没有。好，这是我们对这个创造论跟进化论的一些简单的说明，也包括这些的恐龙的问题、dinosaur 的问题啊，这些apps 猿猴的问题、北京人的问题啊，诸如此类的这些问题啊，其实这些问题呢，很影响这些慕道友的信仰的啊，他们就会被这些卡住了，因为他们都是读科学的。他们都接受这些科学报告的真实性啊，的确北京猿人你不能否定他们的年代古远啊，那这个要很小心啊。那么基本上就是因为在创世纪的第二章讲到这个神六天创造他就安息了啊，所以你不能说在六天创造之后神还不断的在创造，但是我们当然说耶稣说父做工我也在做工，那个不是指到这个创造之工，乃是指到神的护理之工，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还有救赎之工啊。但是就是说基本上这个的太阳系这个地球啊，从创世纪第一章的这个创造之后呢就是沉船了。对了，所以这些我们都是把恐龙也好猿猴也好这些石油的这种的decaying 所产生的石油都是把它放在什么第一次创造啊，放在第二节前面，第一章第二节的前面啊，所以这个 gap theory 其实是个很大的贡献，那大概是在19世纪就开始有人提这个理论，但是真正的被人注意呢是 Scofield，有 Scofield Bible 史科夫圣经啊，特别是时代主义这个系统啊，他们啊特别用这个理论来解释这个创世纪第一章。所以其实近代的科学，特别是这个染色体的发现、DNA 的发现啊，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帮助创造论的确定的啊，就发现其实。真的人就是好像是一个精密的一个软体啊，一个精密的程式，不能去改它的，一改就开始百病重生啊，这些的 DNA 的结构是非常精密的啊，非常精准的啊，对啊，像亚当活到900多岁，对不对啊？对，所以有一个理论当然也可以参考，就是为什么挪亚之前的人寿数比较长，挪亚之后的人寿数比较短，一般的人从圣经里面找到两个的因素，第一挪亚之前没有下雨，那这些雨水从天而来啊，那么很多的科学家基础科学家都解释原来是很多的 ozone 臭氧啊，神 convert 臭氧变成 H2O， 啊，就产生大水降到地上。所以从大水，挪亚这个大水之后，大气层的 ozone 减少了，这些是用来堵住太阳来的这些紫外线等等的，啊，这些有害身体的 radiation， 啊，所以人类之后的身体就比较弱了，啊，解释其中一个从这个 radiation 的角度啊来解释。第二个解释就是，你发现挪亚之后神才准许人吃肉，啊，所以第二个解释就是说，原来之前是 vegetarian， 是吃蔬菜的，啊，所以你去找廖牧师，他就非常伤心这个东西，所以他。从来不吃肉，每天就打果菜汁啊，就是吃蔬菜
啊 ，first choice 就是这样这几样啊。所以他现在活了几岁了？廖牧师，我忘了，他很健康哦，廖牧师哈啊。所以基本上是用这两个这两点来解释。那我们特别注意第一章二十六节啊，特别讲到人的创造的问题，啊，神用他的形象跟样式来做人，啊，那究竟这个形象跟样式是否指到两个东西，还是同一个东西加强的描写，啊，因为在希伯来的文学里面呢，常常是同一个东西，它用两个不同的字加强来描写，啊，我们等一下，假如有时间，我们能来看一看这个人的这个灵魂体的问题啊，你就发现灵跟魂其实代表同一样东西，就是人里面的那个本体，啊，但是他就用两个不同的字，啊，那究竟这个形象的样式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还是同样的东西用两个不同的类似的字来描写呢？那很简单的说明一下，像俄利根教父，他基本上呢，就是接受两样说。dualistic，dual 就是两个的意思 ，dualistic will。啊，俄利根呢，认为人的形象先被造，就是这个形象是指他的灵魂，啊，他的灵魂的形象内容先被造，然后他把样式呢变成是那个外体，他是这样来分的。因为我们知道俄狄根是很受这个希腊二元论影响的，他把灵魂看为最高，身体看为没有价值，啊，所以他说这个身体是外加的。那爱任柳 Arenas， 他基本上也是这种两样说啊。他说这个形象是指到人的理性 reason 跟人的自由意志。那样式呢，是圣灵外加的一种 supernatural endowment 啊，而且认为呢，当初被造的人虽然是好，但是不成熟，啊，就好像一个婴孩出生，虽然是好，是个美丽的生命，但是还有成长的过程，啊，没有发展到那个 full righteousness， 啊，就是爱人流的一个说法。那中世纪的许多的学院派，基本上都是走这个两样说 ，dualistic will， 啊，强调 image 形象就是理性自由意志啊，那么这个样式是指到一个特别的神的加给的一个礼物，特别包括道德性的品质 moral qualities， 啊，那么因着亚当的堕落呢，他们说什么东西逝去了，什么东西死了？你们猜猜看，形象还是样式？样式失去了那个道德性的品质，啊，失去这个外加的道德性的礼物，啊 ，super addendum 啊，在他们的一个说法叫 super addendum， 加上去的外加的一个东西，是个 external gift。那么还记得天主教他们的得救理论吗？当一个人受洗得救，就是当这个圣水一洒下去的时候，他得救了，就是神会把这个原来在亚当里面的这个样式，这个原来圣灵加给他的礼物，道德的品质重新就加回去了，让他恢复到亚当原来的地位，这是天主教的理论。啊，还记得我们讲过吗？啊，所以又回到亚当的地位。假如你得救之后回到亚当的地位跟情况，你一犯罪又堕落了，又没有了啊，
就是重蹈覆辙，不断的重蹈覆辙，也就是天主教所谓的 repeat justification， 啊，每一次跌倒就要靠忏悔礼，靠这个赦罪券啊 penance 再回来，啊，所以就是因为他们的人论就已经产生问题了，啊，他们把这个形象的样式分成两个东西，啊，人堕落没有失去他的理性跟自由意志，啊，但当然从改革中的神学，马丁路德的神学完全否定天主教这种说法，人堕落他的整个的理性，啊，他的自由意志完全受到罪的污染跟破坏，所以甚至马丁路德写一本书叫 Bondage of Will， 你的整个的自由意志是被罪所捆绑的，啊，你没有办法有这种向神的真正的自由来认识基督接受基督的，啊，你没有办法走出撒旦的魔掌的，啊，那这些都是中世纪对这个形象跟样式的 dualistic view， 但到了马丁路德跟加尔文的改教了，他们就发现这种东西的说明很危险，所以他们基本上是接受 Unitarian will， 是单一的东西，形象跟样式是一个东西，只是希伯来文的 parallelism 平衡描写法，把它重复用不同的字来讲同一个东西，所以基本上，啊，无论是马丁路德也好，加尔文也好，他们把这个形象跟样式都等于神的可传属性，包括神的智慧、公义、圣洁，啊，能力等等，都是在这个形象跟样式里面，啊，是一个东西。就像我们中文说灵魂基本是一个东西，不是灵跟魂两个东西，啊，所以形象样式基本上是一个东西，啊，好，那我们就很简单讲了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创造论跟这个人的形象跟样式，啊，那我们就休息几分钟，啊。